来订阅吧。威廉，你猜我长大后想做什么？什么？勇敢的消防员。救命，谁来救救我？鲨鱼宝宝，威廉，马上出发。鲨鱼宝宝消防员，我的工作是灭火。着火了，快救救我。快灭火，消防员来了。一，五号隧道和鼻子。二，弯腰向前走。三，找最近的出口。别慌张，有几楼？119，消防员，谢谢。不好，又有房子着火了！鲨鱼宝宝，威廉，马上出发！鲨鱼宝宝，消防员，我的工作是灭火。我的衣服着火了，救命啊！消防员来了，一，不要乱跑。二，趴在地上。三，滚啊滚，滚灭火苗。滚啊滚，119，119，119，我紧电话119，幺幺九，幺幺九，我紧电话119。消防员，谢谢。我的孩子一个人在屋子里。鲨鱼宝宝，威廉，我们来了。鲨鱼宝宝，消防员，我的工作是灭火。救救我的孩子，求求你们了，快灭火。消防员来了。一，不要藏衣柜里。二，不要坐电梯。三，大声呼救，快救救我。请电话119，幺幺九，幺幺九，我请电话119，幺幺九，幺幺九，我请电话119，幺幺九，幺幺九，我记住了119。任务完成。哇！嗨，朋友们，快来碰碰胡 Plus 畅玩各种趣味游戏吧，立即免费体验。